证明文件跟准考证，就这两样东西就好了。啾啾啾！从这边，就从左边开始。那可能排队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再往外排，谢谢。怎么热闹？往外排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的第一关是在左边。往外排队。哦，里面有休息的地方吗？大家都在里面休息。然后就要重排。谢谢你们最早。所以哦，先抢先领啊，开心。